前正高中二年级嘉琪嘉琪同学，嘉琪平日就坚持不穿戴耳环饰品，服装放平整齐，随时保持干净整齐，符合学生心情向大时。嘉琪对于校内活动热于参加，从活动中获得不同的经验与知识。好。主持人、各位评审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我是女生组参赛编号十号，来自前镇高中的张嘉慈。我来自一个平凡却又不凡的单亲家庭，在家里我排行老大，同时也是老幺，因此养成我独立自主的性格。我选择阅读与出游来纾解，我喜欢文学，不论是诗词、散文或是小说，只要是好作品我都会陶醉其中。另外至于出游方面呢，我喜欢搭乘高雄便利的捷运以及公车到每个好玩的地方。身为学校大众传播社的社长，我热爱这个舞台，只要站在上面就会热血沸腾，全身充满力量。不要看你们面前这个女生肉肉壮壮的，其实我非常喜欢运动跟跳舞哦。希望以上自我介绍能够让大家更了解我。而接下来我要带来一个符合我风格的表演，我是十号张嘉慈，来自前镇高中。